事的秒针，流动的水声，现代社会隐患丛生，各种谣言层出不穷。唯一看透真相的是外表看似小孩，智慧却不可常人的名侦探柯佳。真相只有一个，喝牛奶会长高吗？ Ladies and gentlemen, it's your time。 基德，终于抓到你了。少年，你想长高吗？我多喝奶才能长高。你看看隔壁小梅，你看看隔壁小梅，你看看隔壁小梅。我欧洲人为什么这么高，知道不？知道为什么不？人家把牛奶当水喝，人家把牛奶……等一下。不要再妖言惑众了，欧洲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喝奶了。不过水深火热的欧洲人民从12世纪开始就变得越来越矮，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，欧洲成年男人平均身高降到1.67米，跌到了他们身高事业的最低谷。著名喷子格林兄弟为了吐槽欧洲人的身高，创作出了《白雪公主与7个成年人的故事》。现在那些高大的欧洲人基本是近100年内才疯长起来的。人家把牛奶挡啊！这台子是什么情况？其实，真正把牛奶捧上神坛的是比天朝更热衷喊口号的日本人。二战后，他们推出了每天一杯奶，强壮日本人的喝奶计划。根据调查，该计划推行30年后，日本人民的平均身高增加了5厘米，小日本一跃成为中日本。牛奶也借助这一事件迅速成为神之饮品，并风靡全球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你仔细看日本公布的那张显示身高趋势的表格，就会发现从1900年开始，日本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就在稳步上升，只在战争期间因食物供应不足而略有波动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有没有这个喝奶计划，那段时期日本人都在长高。平牙，你有证据吗？这种话可是谁都能说的。鉴于友好邻居的成功经验，中国政府也在2000年推出了学生饮用奶计划。你看看，当时解放军304医院在北京城区抽取了375个发育正常的女孩，做了2年的对照研究，结果显示，多喝牛奶的女孩身体各部分的骨密度增长值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。该医院发表结论时委婉地表示，短期内增加牛奶饮用量并不能对身高产生过多影响。说得很有道理啊。可惜啊，这次实验并没有在大喝奶时代引起多大关注，因为它和当时各类医学健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观点通通相反。所以牛奶充其量就是有点营养，尝个鲜头。从这点看，它和橙汁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多喝并不能长个子。哼，这一次就放过你了，你们等着瞧。老大，你不是应该这样离开的吗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哎，客官，你以为扫描一下我的纹身就可以加我好友勾搭运营小妹妹了吗？太天真了。